他回去会派他爸爸派来把我们做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只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好，我们就不再问了。没有，没有问过。那你有默默在讨厌马奎欧吗？不是最后一个问题。好了，再回答这个我就不问。其实马奎欧你还是可以喜欢他。好，那戴佩妮呢？那如果你的男朋友会外遇，你希望他外遇的对象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当然是女生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问过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都希望如果一定要外遇的话是跟男生的。我觉得外遇这件事情是每一个男生，就几乎所有女生都会遇到男生会有的问题，所以再不过最糟糕就是有外遇，那就是女生嘛，最难过就是这样子嘛。因为他刚才说外遇是每个女人都会遇到的问题，可是多数啦，我想他是要跟我们分享他曾经被男友劈腿的故事。这句话需要请教一下，请问你遇到过吗？你说我自己的男友或老公吗？就之前你的男友有外遇过吗？我不是要专访你，你只要简单，你只要简单回答就好了。我只要你回答一个字，有吗？来宾不是你，你是主持人，对不起。不是，你不是今天五个人当中唯一的一个说哭失恋后大哭，然后关在家里面三个月什么之类的吗？谁说的？全方位创作才女戴佩妮，暌违三年未发片，将在以《原谅我就是这样的》女生抢攻唱片市场。我真的总会静悄悄，因为我的生气的方式很奇怪，就是我不会有太大的情绪，但是我平常会有很大的情绪，但是情绪大起大落。但是我如果我真的很难过、很生气的时候，我就像鬼魂一样，就这样飘走。会对创作有帮助吧？就心里面那个痛已经没有办法用表情或者是语言去表达的时候，所以不一定要靠这个写歌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创作的人来讲，是失恋比较好还是幸福比较好？最好在中间，就是幸福跟失恋是忐忑不安 mix 在一起的。他的文字也好，他的情感面会一直被这样，所以失恋到很痛苦，不见得可以写出很好的歌。对，太痛苦了就会都很灰暗嘛，文字上面都会比较悲伤啊，都会很无助。太幸福了，你就是都太欢快了，都太开心。所以你最近是太幸福还是太痛苦？我吗？我最近应该就是太胖了。yes, 我瘦了。有吗？我瘦了。我是承认你有用羽毛剪，可是瘦就是。你出来我看看。你剪羽毛剪？你躲在后面，我怎么知道你瘦了？不是，因为他剪这个头就是想要修饰他的大脸，不是吗？各位，你瘦了，袁文仁这种西装还有腰身的，你是你没看过瘦子啊？我回去，你不要欺负我们副主席，星光大道，就拿这来糊弄我们。回来这个题目，这个题目真的很好。题目是什么？就是创作是要怎么样？是要幸福还是要悲伤的？我建议创作人要在幸福跟悲伤之间，就是有一个灰色地带。可是小雨好像没有传过绯闻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太有。所以你写那首歌里面说，那个为了一只手机，女生就跟别人去上宾馆。哦，那是看一个，不是你国片啊，那不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他是还看一个国片，然后他里面演的那种，就是会让我觉得很像现在的很多那种年轻的人谈恋爱的感觉。可是你真的有这个感觉吗？就你真的有觉得女生会为了一只手机或一个名牌包包，就是想象吧，会觉得可能哦。那如果一个女生要求要跟你发生关系，然后可是她只是因为你是小雨，就是只是因为你是明星，就是没有爱的话，你可以吗 ？No。Tank 应该是觉得很 OK 吧？小雨不用。比我好非常多，不可能，没有人我会考虑啊，真的是有啊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火星人，像欧洲啊、丹麦都很多漂亮的，所以你不行吗？不会啊，因为不认识啊。你要吗 ？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意大利，听不见，意大利，听到声就听不到，意大利。江辰比较勇敢，然后小雨跟 Tank 还蛮。蛮孬的，对啊，对，蛮孬的。所以小雨，你不像孬的人，我还蛮孬的其实。所以你，你敢喝醉，然后在比如说跟人家打赌，然后全裸在公共场合跑步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。因为我觉得这样很丢脸。那你敢跟朋友打赌说，我现在老子就去缝双眼皮？我觉得你这个假设有影射什么事情？没有，因为缝双眼皮是人生一个很大的挑战呢。对 ，OK。所以你也不敢做这种事情吗？我妈是一直叫我去缝啊，但是好像我自己不敢。对啊，因为人在创作歌手里应该有分 A 级跟 B 级吧？有吗？
我刚才私底下还问他们说，能不能再讲五个创作歌手，在线上。他们心目中的 A 咖吗？也不是，我没有问 A、B 咖啦，就是说还在线，五个在线上，五个要求很多哎。来一下，康永，三个就好了。好，三个开始。牛啊！我说三个还在创作的吗？对对对，新的吗？都可以，不要再三个，你绝对你绝对不敢动他们的啊。罗大佑、李宗盛、张震岳，可不可以讲新生？讲他们这个 generation 的嘛，尽量讲他们这个。陈绮贞、绮贞、卢广仲、萱萱，谁问你的啦？噔噔噔噔噔卢广仲。OK， 怎么会被我们讲到三个嘞？哦，还不错。那你呢？你讲三个。方大同。OK。苏打绿。他呀。五月天。蔡健雅。啊 ，OK。蓝又石，对，萧何所，谁？萧何所，谁？萧何所，有得金曲奖最佳新人，萧何硕。你抢的，你帮我先，你要。谢和弦啊。对。啊，和弦，雷光下。哇。雷光下。你还想出来？你就讲一个就行了，给我。把张悬的讲完了。张悬，你讲。雷光下，我真的有一阵子没有听到。提到他，所以整集后面半小时都在玩这个游戏。你的观众也拿出纸笔来就有了，压力好大的作品。不是，眼睛看那边。哎，他的发型后面像叶爱玲。快点来一首偶像。快点，拜托你叫偶像。我们刚才唱的歌，不要吵。张悬自创曲，让西弟赞不绝口啦！美丽，小 S 真美丽，好奇。创作歌手呢，来康熙非常对我们非常仁慈的做了一个歌哈。那个贝多芬，你先把坦克的做的歌词拿出来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坦克，好久没有发片了，一发片就上康熙，害我心里叉叉的。小 S 和康永，我在家里没事做都看康熙来了，现在我发片了，请你们听我的歌。哦，生活化。是。这是可以唱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唱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可以听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有需要弄吉他还怎么样吗？要吉他。这种歌词也需要搭配吉他。这个歌里面只是很平顺的讲，就很生活化。OK， 对，就是属于流水账的一种歌。你在家里没事看，没事做就看康熙吗？因为太无聊，歌写不出来，我就看康熙。看康熙，让他唱新专辑里面的歌啦。好，贝多芬下一张。哦，张悬的，你都有张悬的，一定要听啊！麻烦唱一下吧。你的皮肤又会穿衣服，你还有胸部，让我很羡慕。虽然我很少看电视。可是都有看你节目，你们的节目笑点都很酷。美丽，小 S 真美丽，好听，你唱歌也很好听。下去，做自己的个性。